乱跑啊。啊。别哭了，咱们回去吧。志全，少长你也来了。陈叔叔，敏华，别哭了啊。他倒真懂事，还想念着他的母亲。不像我那几个孩子早就把他们的母亲给忘记了，他们到这来就好像是来逛公园似的。你看他们玩得多高兴。来来来，他们都在你自己的学校里念书吗？是啊。哎，敏华，你在哪儿念书啊？他现在的学校不大好，我预备下半年送到你的学校里去念书。好啊，那就让他来吧。我就是怕他的程度够不上，得请你这位校长先生特别照应照应啊。当然了，这孩子挺聪明的。还聪明呢，净爱哭。你瞧你把眼睛都哭肿了。我今天把他带到这儿来还瞒着我现在那位太太呢，回头千万不要让你妈知道啊。哎，你干嘛这么怕你太太呢？娘们儿气量小，以后什么办法。你现在这个太太待敏华怎么样？她本来对敏华还好，自从她自己生了一个孩子就跟从前不同了。哎，还是别说了吧，一会儿上我家里去好吗？我好久没跟你喝酒了，今天咱们痛痛快快的喝两盅。好啊，我叫孩子们先回去吧。建中啊，建中，陈先生真是对不起，一点菜都没有。别客气，刘太太，您来喝一杯好吧？我不会喝酒，志全，你陪陈先生多喝几杯吧。哎哎。来，陈先生，再喝一杯。够了，我们吃饭吧。好，我跟您盛饭去。来，少长，咱们把这杯干了。大哥，这门饭还怎么做？我没空。哟，你当什么架子？我在准备大考，你知道吗？你不肯就不肯，我去问表哥。姑妈。哎。表哥，这门饭还怎么做？那你爸爸回来没有？还没有呢。他回来了，你叫他到姑妈这儿来一趟啊。啊。少长。哎，老马，你怎么现在才回来呀？在一朋友家里吃饭。你要请我们喝喜酒了。啊？哎，你上去，你上去，一会儿就知道了。哎，姑妈在找你。啊、哦。咦，你那个手杖呢？哎呀，忘在刘乐伯家里头了。舅舅。哎，大姐您找我啊？我给你看一样东西。哦。这是谁呀、啊？这是楼下马先生让我带给你看的，他说人品不坏。要是你看着合适，他想跟你做媒。啊、哦，怪不得刚才他这么说呢。你看怎么样？我现在还没想到再结婚呢。不是我说你，像你这样的年纪，怎么能没个太太呢？我太太死了也有六年了，瞧不是过得挺好的吗？不说你吧，就说你那三个孩子，也得有个人来照应啊。你提起孩子，我就更不想再娶太太了。怎么呢？有了后娘那麻烦可多了。刚才我在刘志全家里吃饭，他现在那位太太简直不把那个女儿当人看待。按你这么说，你这辈子就不打算再结婚了？
我就是要结婚，也得等孩子们都长大了。等到那个时候，你都要老了。真要是老了，那也就不必再结婚了。哎，对了，今天学校里的发薪水，就是你跟小川的零用钱。我们娘儿俩吃你的，住你的，你每个月还要给我们钱用。这点算得了什么呢？我就指望小川能早一天出去挣钱，也免得永远连累你。哎，现在不比从前了，孩子们应该多受点教育才对的。爸爸，我要睡觉了。哦，瞧你没个太太，连孩子睡觉都得你自己来管。好在我也惯了。走。妈，这个女人挺好看的，舅舅干嘛不要呢？你懂得什么？静英啊，你也该睡了吧？我不要睡。嗯，这是你今天做的日记啊。今天是清明节，爸爸带了我们去上坟，上了坟就回家，回了家就吃饭，吃了饭就做功课，做完了功课就睡觉，怎么跟记账似的？你该睡了吧？去，来。姑娘大了，爸爸都抱不动你了。金钟啊，你也该睡了吧？你看你直打哈欠。爸爸，我们的毕业考试不是要提早吗？我很担心，我怕我不及格。用功也不在这一天呢，时候不早了，快去睡吧。啊。你找谁呀？找你们的校长。校长在演讲，你在这儿等一等，我去请他。我的话已经说了不少了，下面还有许多游艺节目。最后呢，我要告诉你们一个故事。我开办这个学校已经有十多年了，还记得刚开办的那一年学生非常少，说起来也许你们不相信，一共只有12个学生，12个。可是我们并不灰心，我们一步一步的来，到了今天我们已经有了300多位同学了，社会上对于本校也有相当的认识，所以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一定要有恒心，有计划。现在我就拿有恒心有计划这6个字送给毕业班的诸位同学。完了。陈叔叔，敏华，你怎么会来的？是不是来报名的？不，我们明天要到汉口去了。汉口？爸爸公司里派他去，他叫我来告诉你。哦，你们全家都去啊？陈叔叔。嗯，你的手杖。你给我送来了。来，敏华，我这有蛋糕，来吃个蛋糕。来，一定又是耗子咬的。这有耗子。嗯，这个不能吃了呀，我叫他们再去买点吧。我不吃了，我要回去了。怎么就要回去了？妈叫我顶多半个钟头就得回去。才来了一会儿，哪有半个钟头。嗯，又停了，一来就停了。这个表比你的年纪还大呢。陈叔叔，嗯，我真的要走了，一会儿弟弟就要醒了。好，我送你出去。嗯。阿妈，怎么了？我这儿疼。又是你妈打的。
小川呐，你把东西放好了，到我屋子来吃糖炒栗子。啊，哎，我们一会儿来下陆锦旗啊。好。妈，马先生，你们的毕业礼已经完了吗？嗯，这是我的文凭，我考了第一名，这把尺是奖品。哦，还有奖品吗？妈，你看。小川，你到哪儿去？我到舅舅屋里去。你来。小川，你明天就要去学生意了。学生意？妈，我不要学生意，我要念书。妈也是没办法。小川，你不来吃他们都抢光了，我给你送来了。啊，舅舅，我明天要去学生意了。学生意？到哪儿学生意啊？哎，是一家百货店。多亏马先生帮忙，他费了不少气力才找到这么一个机会。他还小呢，让他好好念念书啊，学费我们大家想想办法，总还可以对付。这年头念书也没什么好处，那至少让他中学毕业再做事情去。别说是中学毕业了，现在有许多大学毕业的还不是一样的没饭吃。表哥，大哥叫你去下棋。小川，去吧。快来快来，等你半天了。妹妹，你做工作人。啊，我做工作人。你懂个屁。建松，我把这个送给你了。干嘛送给我？我用不着了，我明天就要去学生意了。学生意？到哪儿去学生意啊？是一家百货店。百货店？那多没出息。哼，算你有出息。当然了，你们瞧着吧，我将来呀，一定要到银行里去做事。老刘，啊，这是我平生第一次拿薪水，我有一个很奇怪的感觉，我不大相信我自己能赚钱。我从前第一次拿薪水也有这种感觉，可是第二次就麻木了。哦，这是谁呀？这是我们经理两位小姐，漂不漂亮？真不错。陈燕，经理请你去。好。冯先生，振东兄，我想请你给我帮一个忙。不敢当。我的两个女孩子在学校的功课都不大好，所以我想请你给他们补习补习，不知道你有空吗？那我万万不敢当，因为我自己一点学问也没有。哎，老弟，你别客气，这一次我们招考行员，你是成绩最好的一个，所以我才麻烦你。既然冯先生这样看得起我，或者让我去试试看。就这样吧，我们从明天开始，明天下了班就请你上我家里去。好好。经理找你有什么事啊？他叫我到他家里去给他两位小姐补习功课。哦，那你的机会可来了。什么机会啊？你以后不是有机会跟那两位小姐接近了吗？是啊。哎，别胡说八道，人家那样的阔小姐，像我这个穷小子哪有希望？那倒说不定，只要你放大胆子去追求，或许就成功了。别开玩笑。哎，说真的，我给你一个建议，你要跟小姐们接近呢，对于外表应当特别讲究，比如说你这条领带就不成，应当换一条。
建平，请你吃鸭胗羹。你怎么请起客来了？今天我拿到薪水。哎，这是什么？领带。好漂亮啊，您送给我的？不，我自己的。建英呢？在姑妈房里。姑妈，请您吃鸭胗羹。哎呀，我的牙咬不动了，留着给小川吃吧。建英，喏。大哥，今天你怎么这样阔气啊？今天是我第一次拿到薪水。哦，那你都好好的请一次客，几只鸭胗羹就算了。好，我明天请你看电影去。看电影我也有一份。表哥，你回来了。小川，建中请你吃的。哦，谢谢谢谢。我倒忘了，刚才我买了一条领带，其实可以到你们店里去买。我们同仁买东西可以打一个八折。建中，有了钱要好好的用，别乱花。待会儿等你爸爸回来，你就把今天拿到的薪水交给他，叫他也乐一乐。爸爸又不是没钱用。你不懂，做父母的有一天能用儿子的钱了，哪怕就是一块钱，也会让他高兴的。我还记得那年小川去学生意，他把第一个月的工钱拿回来给我，我哭了。妈有个脾气，她太高兴了就爱哭。咦，爸爸回来了。舅舅，哎，你们都回来了。爸爸，你吃一个，今天大哥请客。哦。爸爸，嗯，我今天拿到了薪水，我交给你。小常，你就收下吧，这也是他一点心意。你自己留着用吧，我现在用不着。哎，拿来。我留一张就够了，明天我买点东西请客。请客？就是学校里几个教员们，从前他们都是你的老师。来来来，大家来吃糖了。这是建中请你们吃的，他现在已经自己能赚钱了。哎，何先生，你应该多吃几个呀，你是建中的急任教员呢。谢谢谢谢。啊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哎，校长啊，有位刘小姐找您。刘小姐？哎，我让她在您屋里等着。哦，老王你也来几个。校长今天呀可真高兴啊。咦，何先生你怎么不吃啊？我带回去给孩子们吃。那、你呀就是这股寒酸劲儿。我一个月才挣这么几个钱，买米都不够，哪还有钱买糖给他们吃呢？哎，我真想改行，总有一天我不吃这碗饭。陈叔叔，你不认识我了吧？我是敏华。敏华？哦，敏华。这十几年不见，你长这么高了你。你们什么时候回上海来的？回来还不到一个月。啊，你爸爸好吗？他已经去世了。啊，什么时候去世的？去年。想不到的事情。来，敏花坐一谈。来，来吃个糖。谢谢。哎呀，现在你家里头就剩了你跟你后母了，还有一个弟弟。啊，对了，你还有一个弟弟，你现在还念书吗？不，我中学已经毕业了。哦。陈叔叔。嗯。我想请您给我找个事情做做。别的事情嘛，我们很难找。你要是愿意到这儿来教书，我倒可以给你想想办法。那好极了，我在汉口念的就是师范学校。哦，不过现在小学教员的待遇苦得很呢。无论你给我多少钱一个月我都干。那你明天就来吧。
我家离这儿很远，我可以住在学校里吗？成啊，你明天把行李一块搬来好了。我想今天就住在这儿。今天？不对吧？你一定有什么事情，你可以跟我说呀。我不打算回家了。你又跟你的后母怎么了？我已经跟她闹翻了。敏华，不是我说你，你就这样跑了出来也不大好啊。你不知道，自从爸爸死了以后，他待我更不比从前了，天天拿我出去，最近又托人给我做媒，他想把我嫁出去，嫁给一个五六十岁的老头子。怎么，你要把他嫁给一个五六十岁的老头子？陈先生，你可别听他的鬼话呀，那个人样样都好，就是年纪大了一点。男人年纪大一点又没有什么关系的，那个人都可以做他的爸爸了，你怎么可以把他嫁给他呢？你这个人太没有心肝了。啊，你骂我没心肝？你是我们家什么人呢？你凭什么来管我们家的闲事啊？我不能不管呢，我是他爸爸的老朋友。那你就该知道我们家的经济情形，他爸爸死了又没留下一个钱啊、哦、所以你就随随便便的把他嫁了就完了。可我也不能养活他一辈子。妈，以后我用不着你养活，我已经找到事情了。一个姑娘家出去做什么事啊？从明天起我要到陈叔叔的学校里去教书了。教书？哼，他在家里头嘛，你又养活不了他，见他出去做事情，难道又是他错了吗？好好的人不肯嫁，出去做什么穷教员呢？好，你要出去做事儿，你就甭回来，我看见你就有气。敏华，我们走吧。刘小姐，我想麻烦你一件事情。什么事呀？我明天下午有点事情，你能不能替我上两课？没问题，我明天下午正好没课。那真对不起呀。别客气。刘小姐人真好，又和气又热心。哎，她来了三个月了，我从来还没看见她发过脾气呢。你们二位别太捧我好不好？刘小姐，校长请你去。哦。这么一位小姐，谁娶她做太太，那真是福气。那你为什么不跟她求婚呢？我这么一个穷教员，连自己都养不活，还弄个结婚？十六、十七、十八、十九、二十，以后还迟到吧？去吧。这孩子是你班里的学生啊？是的。他差不多每天都迟到，这种情形你应该负点责任。我也问过他，可是他母亲最近生孩子，家里又没有人，他每天上学之前还得生炉子、烧水、买东西，所以他就常常迟到了。我觉得这种情形是可以原谅的。嗯，你原谅他？嗯，并且我反对打手心。你反对打手心？因为对学生用体罚现在已经落伍了。我打了几十年的手心了，从来没人说我不对付。你的字典怎么散成这样了？耗子给咬的，这儿的耗子可真不少。你为什么不养只猫呢？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到这儿来，你请我吃蛋糕也是让耗子给吃了。对了，那天我还以为你到这儿来报名念书的呢，现在想不到你在这儿教书了。哎，日子过得真快。哎，我告诉你一个消息啊，我的大儿子就要订婚了。哦，新娘是哪一位啊？就是他们银行经理的女儿啊。我不大赞成她跟这么一位阔小姐订婚呢。阔小姐也不一定不好啊，你看见过她没有？没有，不过今天晚上我可以看见他，他爸爸请我到他家里去吃饭。怪不得你今天穿这么一身新衣服的。
哎呀，我恐怕得走了吧。嗯，又停了。现在几点钟了？五点。五点了。这还是你从前那只表吗？是啊。哼，年数用得多了，就对它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感情，老舍不得换一个新的。陈叔叔。嗯。我觉得你要去做客，应当先去刮一刮胡子。哦，哈哈哈哈！哎呀，那敏华，你口袋有零钱吗？你借我几个。有。每次一换新衣服，老忘记带钱。去！是不准打碎了。好。好了好了，去吧去吧。晚报，你先回去吧，待会儿我陪我父亲一块儿到你们家里去。我很担心你爸爸会不会喜欢我。我可以担保他一定喜欢你。听说你爸爸喜欢朴素的女孩子，所以今天我把头发做成这个样子。你想得太周到了。哎，建中，建中，谁在叫你？没有没有，你上去吧，你上去吧。建中，明明有人叫你嘛。建中，我叫了你半天，你都没听见呢，你。丽君，我给你介绍介绍，这是我父亲，这位是冯小姐，陈老伯。哦。你先回去吧，陈老伯，回头请早一点闪光啊。好好好好好。爸爸啊，你这个人简直糟透了。怎么了？你刮胡子为什么不到店里头去刮，偏要在马路上刮呢？这儿价廉物美的，有什么不好啊？偏偏又给他看见了，他回去一定告诉他父亲，说你是一个不登大雅之堂的人物。哦，我不登大雅之堂，顶多我不去吃饭就是了。将来你们结婚也别找我做主婚人。主婚人用意。结婚多亏了我们，当初要不是我们鼓励你，说不定就没有今天呢。你说你应当怎么样谢我们？好，那么我敬你们一杯。新娘子也得喝呀。她不会喝呀。那不成，新娘子非喝不可。我真的不会喝。新娘子不喝呢，咱们也别喝。哎，我替大嫂喝了吧。你没有资格替你大嫂喝呀。哦，我明白了，你
你想拍拍你大嫂马屁，将来给你做一个县城媒人是不是？二小姐，你说对不对？怎么，你们闹新娘子闹到我们头上来了？建仲，我这杯酒还是你替我喝了吧。好。你们看呐，新郎将来一定怕他太太。大小姐，我不干了，我要回去了。怎么了？我虽然是个老妈子，可到底是您陪嫁过来的，他们一点面子也不给，叫我睡在地板上，连一张床也没有。你别着急，回头我跟姑爷说好了。真是的，大小姐，这儿哪能跟我们公馆比呀？又没有电话，又没有冰箱，又没有抽水马桶，又没有该死灶，简直活受罪。客人总算都走了，杨妈，你也可以去睡了啊。哎，我问你，杨妈她睡哪儿啊？她不是睡楼底下吗？怎么，你们让她睡地板上，连一张床都没有？床？你马上给她弄张床，不然她吵着要回去了。我明天去给他买一张床就是了。杨妈，你今天将就睡一夜吧。不行，他是我陪嫁过来的佣人，你们不能那么欺负他。好好，我去想办法去。爸爸。嗯，你怎么还没睡啊？我怎么了？就是那个陪嫁过来老妈子，她要一张床，这么晚了又没地方去买，那怎么办呢？我想叫妹妹让一让。啊，把我的床让给你的老妈子？不过今天一晚上的事情，你就让一让得了。让一让？你不想想，我们已经把屋子让给你了，姑妈也搬出去住了，这不全是为了你，你还要怎么样？你不肯就不肯，吵什么呢？回头叫他们听见了。亏你说得出口。哎，建平，建平，哎，别叫他，他已经睡着了。你把我床拿去好了。爸爸，哼，这不成的呀。没关系的，我睡一天地板不要紧的，我从小是睡惯了地板的。拿去吧。那张床哪来的？是我父亲让出来的，我真过意不去。过意不去？可不是，他那么大年纪叫他睡地板，这算什么呢？反正是我不好，害你做了一个不孝的儿子。哎，你别哭，今天是我们最快乐的一天，哭哭啼啼的算什么呢？我知道你在这受了委屈了。不过丽君，我不是一个没有出息的人，你爸爸又很看得起我，再过两年我有了地位，有了钱，我一定买一所花园洋房，那个时候我们就用不着在这受罪了。嗯，哎，来来来，别哭别哭啊。龙龙，别在这儿洗好吧，那屋玩去啊。妹妹，你怎么把这些破破烂烂的东西都搬了来，扔掉不就完了？我就怕爸爸舍不得。他老人家就是这脾气。哦，大哥呢？还没回来啊？是啊，我一个人简直忙不过来了。那么弟弟呢？他呀，在楼上陪客呢。什么客人？我妹妹来了。大嫂，我们看电影去了。你还去看电影？你不帮帮大嫂的忙？随他们去吧，要他帮忙啊，越帮越忙。对了，我们还是走吧。他们两个人一天到晚就忙着谈恋爱。
爸还没回来。哎，他不知道怎么的，这会儿还不回来。他们都走了。嗯。你看人家送我一个小猫哎。挺好玩的。以后咱们就不怕耗子了。让他躺在这儿好了。好。时候不早了，你怎么还不回去啊？今天我们搬家。搬家？啊，那你更该早点回去。他们全都给我收拾好了，一点不让我动手的。新搬的房子一定很讲究吧？我不大喜欢那个地方，离这儿太远了。你的大少爷不是有汽车吗？你以后可以坐他的汽车呀。嗯，他坐他的汽车，我情愿坐电车。回来了啊，龙龙，叫爷爷。爷爷。哎，龙龙。爸爸，你的房间大嫂已经给您布置好了，我带您上去看看吧。好。你们俩怎么一块回来的？他在等车，我刚经过就把他给接回来。这间就是您的房间。啊。你觉得怎么样？太考究了。别的我都给您收拾好了，就这些书留着给您自己收拾。啊。这个床有毛病啊。毛病？它哪儿坏了？坏什么没坏，就是太软了，我睡得别扭。这一次大嫂买的床都是这样。那我晚上还是睡地板喽。别忙，我有办法。刚才我把您那个旧的棕垫拿来了，我叫他们给您换上。啊，那好极了。丽娟，以后我们可以常常在家里头请客了。对了，下个月是你爸爸的50岁生日，我们也应该热闹一下。搬了家我们都方便，只有老头子一个人不方便，他那个学校离这儿太远了。我在想，要不买一辆三轮车送给他。三轮车干嘛？你想叫他每天在电车上挤来挤去，我面子上也不大好看。傻瓜，一辆三轮车得多少钱？他一个月在学校里又能挣多少钱？那怎么办呢？我早就跟你说过，干脆叫老头子学校里别去了，在家里做个县城的老太爷不好吗？我就怕他舍不得他那个学校。你得想法劝劝他呀。哎，我现在就去劝他。爸爸。嗯。我有一件事情想跟你谈谈。哦。我们大家都不愿意你再到学校里头去了，那儿离这儿又远，来来去去的太不方便了。我来回可以坐电车的。就是啊，现在电车又挤又乱，刚才我看你在那儿等车，心里非常不安。你想要是给亲戚朋友们看见，一定还要怪我们做小辈的不好。只要我不怪你们就是了呀。你也应该替我想想，
我现在是安平银行的副经理，在社会上也有相当的地位。怎么，我丢你的脸了？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说你应该在家里的享享福，你已经到了做老太爷的地位了。老太爷，老太爷，谁都管我叫老太爷，可是我并不老啊，我身体这么结实，精神又这么好。哎，你弄错了，你得认清楚，一个人老不老并不是拿他的身体精神来做标准的，而是拿他的身份地位来决定的。譬如你，人家觉得你现在是一个老太爷了，你就得按着老太爷的路子走，不然人家看了就不顺眼。不顺眼？嗯。哎，我也许是老了，可是我还不知道老太爷是怎么个做法。那还不容易，你可以慢慢的学呀。学？学吧。爸爸，你的松电拿来了。哎，我不要换了呀，你们拿回去吧。爸爸，你怎么了？一会儿又不要换了。对，我得学学做老太爷呀。啊？爸爸决定不到学校里去了。真的？现在，我代表我们全校的同仁和同学，送一件小肖的纪念品给陈校长。希望陈校长能够接受我们这一点心意。现在，请陈校长对我们说几句临别的训话。诸位同仁，诸位小朋友，我简直不知道说什么好。我告诉你们一个故事。我开办本校的时候，学生非常少，说起来也许你们不相信，第一年我们只有12个学生，12个。可是今天我看见这么许多的同学在我的面前，这就是我一生最大的安慰。今天你们这样热烈地欢送我，还送给我这样一件珍贵的礼物，你们这份好意我没有法子可以报答。不过我已经得到校董会的同意，我相信我给你们找到了一位最好的新校长。爸爸怎么还不出来？他在忙着办移交。那我们先回去吧。不，再等会儿吧。我想想还有什么话要告诉你的啊。昨天米店送来的米分量不足，短了20斤，明天来收账的时候你扣他20斤的钱。20斤？我知道了。还有医药箱里的纱布跟棉花快用完了。纱布、棉花，我明天就去买。这个你别带回去。嗯？我想跟你要这张相片。你要它干什么呢？你把学校交了给我，我觉得责任太重大了，将来一定有许多困难。你的相片也许能给我一点勇气。这的事情交给你，我完全放心。哼，我就怕。你怕什么？因为将来你总是要结婚的，女人结了婚，常常就会把事业放弃。我绝不会放弃我的事业的，而且
我也不会结婚的。为什么？不为什么。哎，人到了一个时候总需要家庭生活，我相信每一个人都应该结婚的。那你自己为什么不结婚呢？我我孙子都有了我还结婚？明华，你跟我不同啊，我对你的事情太关心了。你对我不过是一种做长辈的关心罢了。怎么，你生气了？爸爸，可以走了吧？你走吧，这些都交给我好了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何先生的太太生孩子，他打算借点薪水，你可以借给他。哦。哦，还有我那只猫，你告诉老王别忘了每天买点鱼给他吃。猫鱼。嗯。走吧，这些都不要紧的事情，何必麻烦刘小姐呢？好，走走走走走。我刚才给你的钥匙呢，拿来给我。这个抽屉有毛病，你看啊，你这样怎么都锁不上了，嗯，你非得这么一来就锁上了，你懂吗？好，我来试试。嗯。他怎么又不出来了？这位老太爷可真麻烦。我看他有点神经病。好了，走吧。哎。你再仔细想一想，还有什么话忘了没有？没有了，走吧。啊，嗯，敏华，我们再见吧。再见。请坐，请坐。老太爷呢？在楼上。我们去给拜寿去。不敢了，不敢了，请里边坐。哎，好。建中，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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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老刘，你来的正好，替我打两拳。我要出去一趟。啊？你上哪儿去啊？一个电台找我去演讲。演讲？哎，姐夫现在真变成了社会名人了。他呀，就是整天的无事忙。大少爷，那家电台又打电话来催了。我知道了，你去把我大衣拿过来。是。啊。哎，我是该走了。老刘，来替我打。哎。姑妈，您来了。建中，你要出去啊？哎，穷忙，我一会儿就回来。姑妈，表哥，舅舅呢？在楼上，我们上去看看他。好，我陪你们一块儿去。爸爸，姑妈来了。啊，大姐。舅舅，嗯，我给您拜寿。啊，好，好，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好，好，好了，好了，好了。这是小川送你的两件棉毛衫。小川，你怎么也跟我来这一套？现在这东西这么贵。很便宜，这棉毛衫是店里专门配给我们同仁的，因为在橱窗里摆的日子太多了，有点脏，您洗一洗就可以用。哎，还是小川呐，他倒没变。表哥，楼下挺热闹的，我们下去看看吧。好，来，大姐，这边坐。你今天怎么不下楼去？我下去干嘛？他们都在底下打牌。一个人在楼上也闷得很。哎，我也惯了，反正现在我每天就是吃饭睡觉，无聊透了。无聊？谁不在背后说你有福气？建中他们待你这样好，难道你还不乐意？我不是说他们待我不好，可是我呀，就是这个贱脾气，没有事情做，简直受不了。你怎么会没事情做呢？别的不说，你还有两个孩子没结婚呢，男婚女嫁的还不够你忙的吗？大姐，你呀，真是落伍了。
现在的年轻人都讲究自由恋爱，还轮得着我们来管？那你可别说，嗯，像我们小川，我就替他发愁。我做母亲的要不替他想法子，看他笨头笨脑的，一辈子也甭想娶着老婆。小川这孩子是忠厚的。我在想，小川跟你们建英倒是一对儿，就是我们家穷点儿。这个不是穷不穷的问题，要看他们本人愿意不愿意。表哥，你来打两圈好吧？不不不，我一点也不懂。我们还是来听无线电吧。好啊。今天大哥在一家电台里演讲。他讲什么呢？题目是青年的修养问题。哦。SORT 联合广播电台，周播1800，电话67347，地址上海凤凰路63号。各位听众，下边一个节目由本市著名的银行家陈建忠先生来给我们演讲。陈先生的题目是青年的修养问题，现在请各位注意收听。妹妹，你把声音拨高点。啊。诸位听众，关于青年的修养问题，好像题目很大，其实也非常简单。我以为每一个青年在私生活方面有几点必须要做到。第一，他绝对不能赌钱，因为赌钱是一种最不道德的行为。拿兄弟来说吧，对任何赌博，什么麻将啦、梭哈啦、罗松牌九啦，都是一窍不通。虽然有人笑我是一个乡下人，可是兄弟在社会上能有今天这一点地位，就因为我没有这些嗜好。总而言之，兄弟生平最痛恨的就是赌钱，因为赌钱无论在经济方面、精神方面都有很大的损害。听见了？胡说八道！现在的一般所谓社会名人，恐怕都跟我儿子一样，拿欺骗当作种职业。大姐，我们还谈点别的吧。那么，你说，嗯，小川跟你们建英的事你觉得怎么样？啊，这个得问问他们自己呀，只要他们本人愿意，我当然赞成。小川还有什么不愿意的？就不知道建英怎么样。我做父亲的问他，也许怕他难为情。对了，等会儿你问问他吧。哎，老爷。嗯，楼下又添了两桌麻将，椅子也不够了，我把您这儿的椅子拿走了。好吧。姑妈，楼下桑切一大早请您去凑个搭子，他说赢了是您的，输了是他的。那怎么好意思呢？快去吧，他们都在等着您呢。那你就去吧。演讲已经完了，现在上海标准时间是6:01，请诸位把自己的表对一对。
敏华。对呀，陈叔叔，你怎么会来的？今天家里头来了许多客人，他们都忙着打牌，我无聊透了，就偷偷溜出来了。你离开学校以后，你还没来过呢。是啊，我挺惦记你们的。你们都好吗？好。这屋子还是跟从前一样啊，就是多了两盆花。这是一个学生送给我的，他爸爸是个花匠。敏华，我肚子饿得很，你顺便给我弄什么东西吃好吧？我给你弄点稀饭好不好？哎，你拿一本书垫垫。哦。哎，这本字典你已经修好了。嗯。还是你们女人做事心细。可惜没菜，只有酱瓜。嗯，不错嘛。进来学校里头有什么新闻没有啊？没有什么新闻。哦，有一件新闻，你那只猫逃走了。哎呀，逃走了。因为这两个月我们学校里头天天吃稀饭，它吃不惯就逃走了。哎，小学教员过的日子是越来越苦了。骗我还来揩你们的油？我们欢迎你常常来揩油。哎，你慢一点吃啊，看你头上的汗。我这个汗不是吃出来的，是刚才走路走出来的。你走着来的？嗯。怎么不坐车？我。你一定没带钱。你怎么知道的？你今天穿的是新衣服。一点儿也不错。你怎么不让家里的人给你雇一部车子？他们不知道我到这儿来啊。那他们不会着急吗？他到底上什么地方去了？怎么到现在还不回来？会不会发生什么意外？要不打个电话到警察局去问一问。老爷回来了。怎么，家里出了什么事情了？还问呢？你上哪儿去了？我到学校里去了。那你为什么不说明白呢？害我们着急。我那么大个人还怕人拐了去？我们惦记着你，倒是我们错了吗？建中，不要再说了，他已经回来了，我们大家可以放心了。我们还有两圈牌没打完，我们下去吧。大龙兄啊，我这要紧事跟你商量。什么事啊？来，我们到里边去谈。好好啊。没别的，就是我办的那个小学校现在经济非常困难，教师们每天都喝稀饭，我想请你老兄捐一笔款子。可是你捐了钱，我请你担任学校里的董事长。董事长？哎，那我可不敢当。不，你非担任不可的。我那个学校里很有希望啊，你捐的钱绝不会白扔的。我告诉你个故事啊，我这个学校在开办的那一年呢，学生非常少，一共只有12个学生，可是现在有600多学生了。好吧，我一定效劳。哎，钱明天就送来。建宗，我们下去打牌去吧。您先下去吧，我一会儿就来。好。哎，他跟你客客气气的，你就是向他捐钱，预先也应该跟我商量商量。我请他做董事长还不好吗？董事长，董事长，人老了就不觉得自己讨厌，说话颠来倒去的。你讲的那个故事啊，我也不知道听过几百遍了。说来说去啊，总是什么从前你开办的时候只有12个学生，到后来有多少多少了。哎，你怎么永远是这一套啊？我大哥，他们等你去打牌呢。爸爸，
你又跟大哥吵些什么？没有什么。哎，静音啊！啊！你来。刚才姑妈跟你说什么来着吗？你觉得你表哥这个人怎么样呢？说呀，别害臊。哎，他就是可惜没受过多少教育，小学毕业之后就没进过中学。我觉得一个人只要肯上进，倒也不在乎这些，就是大学毕业生也不见得个个都有学问。这么说你已经愿意了。客人都走了，你也该上去歇歇了。你先上去吧，我再待一会儿。你怎么了？好像有什么心事。丽君，嗯，我在想刚才为你爸爸捐钱的事情，我对老头子也许太过分了点。看你不错，还真是个孝子。哎，你不懂我的意思，我是说像老头子那样的人呢，根本已经落伍了，我犯不着跟他认真呢。我这一认真反而显出我这个人沉不住气，你说是不是啊？我知道你现在做人处处讲究一个气派。是啊，再说今天又是他的生日。好在老头子人很简单，赶明儿跟他说两句好话不就完了，再不然送点东西给他。哎，我想起来了，上个月我不是买了一块地吗？我倒有个主意，你想老头子也活不了几年了，那块地反正买了没用，干脆呀，送给他做寿坟。做寿坟？哎，主意倒是不错，不过我告诉你啊，做坟可不是闹着玩的，要是弄得不好啊，子子孙孙都得倒霉。你以为这个我还不懂啊？我当然得找个看风水的看了再决定了。爷爷，姥姥，给爷爷送过去。龙龙，这是什么玩意儿啊？叫爷爷猜呀。是吃的还是用的？你一定猜不着。猜不着？哎，那就不用猜了。这算什么意思啊？我最近买了一块地，风水很好，我们想照这个样子给你做寿坟，等你百年之后再把妈的坟跟你合在一起。今年是你老人家的五十整寿，这也是我们做小辈的一点心意。你们想的可真周到，已经打算把我入土为安了。哎，当然不是这个意思，这不过是预备在那儿的，将来总有那么一天，也没什么可害怕的。我不是怕死，我怕的是等死。我们要是知道您看了不高兴，也就不给您看了。龙龙，走。建中啊，你别走，我跟你有几句话说。说真的，我实在不愿意待在家里的等死。你银行要用人嘛，你给我点事情做，随便什么事都成。你就是别把我关在家里做老太爷。我并没有这个意思，要把你关在家里头。你要是觉得无聊，你可以出门去旅行。哎，再不然你可以种花、养鱼、玩鸟、念佛，收集邮票，通通可以呀。
叫我种花、养鱼、游山玩水，还叫我念佛，我一样一样都试过了，可是还得不到快活吗？说来说去，你大哥他就是不让我出去做事情，他就是这个脾气。哎呀，你把外公的帽子弄脏了，给你这个呢。有了孩子真麻烦。建英，自从你结了婚，我在家里头连一个可以谈谈的人都没有了。爸爸帮我拉一拉。家里的人谁都看不起我，就连佣人都不拿我当回事情。哎呀，这个不能吃的呀。那给你吃糖，来，哎。还有你弟弟，成天就是陪着你大嫂的妹妹，不是看电影啊，就是跳舞。还有，你大哥。哎，建英，我这跟你说话呢，这啊，我是在听着呀。亲家老爷，你来了，没好东西给你吃，吃块烤白薯吧。我谢谢你，亲家太太。建英，你也吃一块，留着给小川吃吧。小川回来再买，你吃吧。我是吃不下。他们小两口倒真不错啊。爸爸又拿我开心了。哎，说真的，我今天来是有正经事情，我特为找小川来的。找小川干嘛？我想托他给我找点事情做做啊。你也是的，你们大少爷现在成了大人物了，他都不给你想法子，叫我们小川有个屁用。再说这年头不景气，年轻的小伙子都保不住饭碗，你这么一把年纪了还跟他们抢个什么？是啊，我还跟他们抢个什么劲儿？爸爸，人家都在背后说你有福气，可你还要出去做什么事？我走了，我也不必等小川回来了。哎，舅舅来了。哎，小川呐，您怎么就走啊？我过两天再来看您。这是干什么？这是妈叫我买来带回来的，明天是清明节呀。哦，看我糊里糊涂的，连清明节都给忘了。今天不是清明节吗？你家里人怎么都没来啊？他们谁都没工夫。我想起来了，那年也是清明节，你才这么高，坐在这儿哭得挺伤心的，我还拿手绢给你擦眼泪，还记得吗？怎么不记得？你这根手杖还丢在我家里，后来还是我给你送去的呢。哎，日子过得真快呀、你看我进来是不是又老多了？没有啊，不过你好像有什么心事。也说不上来，反正现在我每天就是吃了睡，睡了吃，人家都说我好福气，其实是活受罪。你可以找朋友说说话。我也没什么朋友，本来我还可以跟我的女儿谈谈，可是她结了婚人就变了，整天为他自己的孩子忙着，再也不关心我这个爸爸了。你可以找点工作。我跟建中说过多少回了，他总不让我出去做事，他说家里头又不是没吃没喝的，我还要出去做事，简直给他丢脸啊。其实你真应该出去做点事情，像你这样的年龄，学问有了，经验也够了，
这是人生最成熟的一个阶段，这个阶段要是不好好的利用，那就太可惜了。他们以为我已经老了，快要下棺材了，他们把坟地都给我预备好了。我老觉得我们中国人除了青年就是老年，好像没有中年似的。其实最可宝贵的是中年。照你这么说，我还是中年不是老年呢。当然了，像你现在正是做事情的时候。我在家里头他们什么事都不让我管，可是我偏爱管闲事，有的时候就要闹笑话。我告诉你一件事情啊，有一天一大清早，我正坐在门口那儿晒太阳，送报的来了，我也没心思的看报。过了一会儿，我忽然看见厨子买菜回来了，我闲着无聊，我就找他聊天。我就跑过去看了看他的菜篮子，我就问他这个鸡卖多少钱呢，他说多少多少。我又问他这两条鱼卖多少钱呢，他说多少多少。我说那么青菜呢，他说多少多少。我又问他这个鸡蛋卖多少钱一个呀，这时候他的脸上已经不好看了，可是我并不觉得，我也真倒霉。我又问他，我说这个猫鱼卖多少钱呢，这是他干活了，他就跟我吵起来了。他说老爷，您一样一样问得这么仔细，怕我揩油是不是？我就是揩油也是揩大少爷的油，不是揩你的油，你管不着。我知道他误会我的意思了，我就跟他解释，我说我并没有意思疑心他揩油，我不过随便问问他就是。他还是不服气，他就跟我吵，他吵得更凶了。这个家伙可真不好惹。过了一会儿，我的儿子跟儿媳妇都下楼来了，这个厨子把菜篮子往地下一扔，他说他不干了。儿子马上跟他说好话，你看看我这个儿子，他不但不骂他，反倒来安慰他。到了晚上，我正在看书，我儿子跑到我的房间里来，他就跟我说，爸爸，你不多管闲事吗？你放着好好老太爷不做，你跟底下人胡扯点什么呢？现在底下人好惹的吗？他要真不干了，我们就得饿肚子了吗？给他这么一埋怨，我还有什么说的呢？我明白，这就是因为你的经历太丰富了，你没地方去用，不知不觉的就闹出这种笑话来了。所以我说你应当找点比较有意义的工作。现在找事情也很困难。哎，你为什么不回到学校里来呢？上次你替我们捐了很多钱，其实我们不但需要钱，更需要人。我也想过，我别的什么事都可以做，就是不能回到学校里来。为什么？是你大少爷不让你来吗？这也是一个原因了。还有什么别的原因？最主要的原因是这个，你看这上面还刻着少长校长退职纪念，我收到这个礼物，我怎么好意思再回到学校里来呢？哦，你是为了这个理由？哎，你简直是个孩子。啊？你说我是个孩子？当然了，你为了这么一个原因就不肯再到学校来，这还不够孩子气吗？谁都叫我老太爷，今天居然有人叫我孩子了。说真的，你明天就到学校来，你还是来担任校长好不好？不不不，你还做你的校长，我当个教员好了。咱们一言为定。你可不能失信啊。当然了，我怎么能失信呢？你家里人要是不让你来，那怎么办呢？不要紧的，我可以瞒着他们。老爷，您一清早上哪儿去啊？我到公园里去溜达溜达。老爷每天一大清早就出去鬼鬼祟祟的，一定有什么秘密。哎，你去偷偷的跟着他，看他到底上哪儿去。好。
爸爸，你每天一清早就出去上哪儿去了？我上公园里去了。又到学校里头去了是不是？没有的事啊。你何必瞒我呢？已经有人告诉过我了。哎，这是什么呀？你真是何苦呢？我告诉你，一个人没有工作就没有快乐，他活一天就得尽一天的责任。你已经为学校尽了一辈子责任，况且你还替学校捐了不少的钱，要不是冲你的面子，我的岳父怎么会答应做学校的董事长？他捐钱我捐气力，有钱的出钱，有力的出力。无论如何你得为我想想，人家要是知道我父亲还在做小学教员，这实在太不像话。说了半天还是你的面子要紧呐，建中，如果你觉得我丢你的脸，你就别承认我是你的老子。得得得，你别生气，我们慢慢的再商量。你们说奇怪不奇怪呀？怎么了？我到这来教书的事情已经给建中查出来了，昨天晚上他来盘问我，我干脆承认了，他倒拿我没办法。那你以后用不着偷偷摸摸的跑来跑去了。所以呀，我又把这身衣服穿上了呢。对了，你劝劝孙先生好不好？我已经劝了他半天了。他怎么了？他要走了。走？到哪儿去？新加坡。去干嘛？我有一个亲戚在那边开一家橡胶公司，他找我去帮忙。我们学校里正需要你，你怎么能走呢？我觉得小学教员实在太没出息，我早就想改行，我一直在等机会，现在好容易有这么一个机会，我当然不能再错过。孙先生，你看看陈先生，人家放着县城的老太爷不做，情愿到这儿来吃苦，你比他年轻，难道你就不能吃苦？我跟他的情形不同，正因为我比他年轻，所以我不能一辈子埋没在这儿，是不是？你这么坚决，那我就没法再说下去了。你几时动身呢？就在这几天，我明天还到你府上去辞行呢。那也不必了吧。不，我还有一件事情要跟你商量。你自个儿跟爸爸说吧。爸爸，我是怎么回事啊？又怕难为情了，我替你说吧。他跟我妹妹两个人想结婚了，不晓得爸爸意思怎么样。是这么回事，只要你们双方愿意，我当然赞成。你瞧爸爸多开通，我说他一定会答应的，不是？对于子女的婚事，我一向不主张干涉，不过建平现在还没有自立的能力，顶好不要忙着结婚。那倒不成问题，一切都有他大哥帮忙。那我就没什么别的意见了。好了，现在你可以放心了，我们走吧。老爷，有一位孙先生找您。孙先生？啊，孙先生，我马上下来。陈先生，请坐坐，请坐。你决定几时走啊？现在船票很难买，恐怕还得等几天。哦，陈先生，嗯，我特地来拜托你一件事。哦，我在想。有什么话尽管跟我说嘛。说真的，我也实在舍不得离开学校啊，因为我对于刘小姐非常的敬爱。哦，我一直也不敢对她有什么表示。那为什么呢？她又不是那种旧脑筋的人。是的，她对人非常和气，可是他总叫人没法跟他太接近，我疑心他一定另外喜欢了什么人。不见得吧，我从来没听他说过有什么爱人嘛。那也许是我猜错了。你来是托我给你做媒是不是？是的。你叫我跟他谈这种事情，你觉得合适吗？除了你，我觉得没有更合适的人了。陈先生，无论如何请你帮帮忙，我希望今天就得到回信。好，我现在就找他去。那我就在这儿等你。
四。哇塞！哎，你怎么会来的？今天不是礼拜天吗？我有件事情要找你。哦，你们这是干什么？今天下午他们要我带着他们去野餐。野餐？哎，你也跟我们一块儿去好不好？这么好的天气。陈老师，你也去。我去去。好好好好好好，你们先出去会儿，我跟校长说几句话啊。你有什么事啊？这么严重？刚才孙先生来找过我了。找你干嘛？他托我跟你说一件事情。说什么？嗯，他想跟你求婚。哦，这倒是意想不到的事啊。他说他从前是个穷教员，一直没敢跟你提这件事情。现在呢，他有了好的职业了，他觉得他能让你过比较安定的生活。他倒想得很周到。你觉得他这个人怎么样呢？我觉得他这个人很自私。怎么呢？他一直认为小学教员最没出息，一有机会他马上就改行。现在的小学教员也实在太苦了，吃不饱穿不暖的，谁又能拿得当终身职业呢？这你不能怪他一个人。我知道，这是一个整个的问题，我当然不能怪他一个人了。不过要我跟他结婚，那又是一回事。不过我想啊，他另外找事情恐怕也是为了你。你要是能够跟他结婚，他当然不能叫你一辈子跟着他吃苦了。那么你想我是不是应该答应他呢？我看他这个人倒是挺诚恳的，他对于你也是一片真心。再说你也总有一天要结婚的。你怎么了？敏华，敏华，我知道你跟我后母一样想把我嫁出去算了。怎么你拿我跟你的后母做比？嗯，其实我也不希望你嫁给他的。不希望我嫁给他？嗯，刚才他叫我来的时候，我无缘无故的有一种嫉妒。嫉妒？那你为什么劝我跟他结婚？难道我还能叫你跟我结婚吗？为什么不可能呢？我一直希望有这么一天。不不，这是绝不可能的事情。为什么？你不过是同情我，觉得我太孤独太寂寞了。如果你跟我结婚，那完全是为了可怜我。可怜？我从来没想到你需要人家可怜你。你不是可怜我。嗯。难道我这个人还有什么可爱的地方吗？你可爱的地方很多，你自己没发现罢了。陈先生，你回来了。回来了。你跟他说了？说了。他怎么样？他答应跟我结婚了。啊？跟你结婚？哎，我再也没想到。我自己从来也没想到过呢。我真是太冒昧了，请你原谅我。不，这我得感谢你，是你提醒的我。请留步吧。哎，老赵，大少爷呢？在打牌。请人上来。好。大少爷，老爷请您上去。嗯，我这就来。爸爸叫大哥去，别是为了我们的事吧？也许他还是反对我们现在就结婚。不会的，刚才我们上去征求他的同意，不过是给他一点面子罢了。又不要他拿出一个钱，他管得了吗？当然了。建中啊，
我要跟你谈谈结婚问题了。弟弟结婚的事情你不必费心了，你全都交给我好了。我说我自己呀、啊。你跟谁结婚呢？刘敏华。刘敏华，真是越老越变。难道他看见你们结婚，他也眼红了？你跟他怎么说？我当然反对了。我劝了他半天，可是啊，他很固执。他们结了婚，说不定生下几个孩子，将来老头子一死，他自个儿什么都不管，撇下孤儿寡妇的要吃要穿，不全在你一个人头上？所以我们应该想一个对付的办法。建平啊，你的意思怎么样啊？我觉得爸爸对我们子女结婚的事情从来也不干涉，他现在自己要结婚，我们好像也不便干涉。哦，你不便干涉，那么是我一个人在跟他作对了。当然喽，将来老头子死了，所有的麻烦都在我一个人身上，你反正不必费心呐，你乐得做个好人。好吧，他结他的婚，你结你的婚，我都不管了，你用不着来找我帮忙。姐夫，你何必生这么大气呢？哎，弟弟，你跟爸爸两个人同一天结婚倒也不错啊，父子两代做新郎，这多有意思啊。姐姐，你真是的，你还拿他开玩笑。大哥，刚才是我说错了，我跟他的事情全靠你帮忙，我绝对服从你的意思。我们一致反对爸爸，我们一致。你上哪儿去？到学校去。你真的要跟刘敏华结婚？嗯。你难道不怕人家笑话？谁笑话？谁都可以笑话你。你要结婚早就该结了，为什么十年前不结？十年前，那个时候你们都还小呢，我是为了你们才不结婚的。怎么，十年前我不结婚，反倒是我错了吗？没什么多说的。如果你一定要结婚的话，那么我提出三件事情请你考虑。第一，结婚那一天我们全体不参加，到时候你可别怪我们没有礼貌。第二，你结了婚得自己找房子，我们这儿不能让刘敏华进门，我们不要这个后娘。第三，我岳父是学校的董事长，现在我代表我岳父以董事长的名义解除刘敏华校长的职务。看样子他很坚决。我还有一个办法，我去找刘敏华的母亲去。刘太太，你怎么来的？你别走，我跟你说几句话。你要跟敏华结婚，真有这回事儿？真的呀。你还有脸承认？好，我问你，当初我要把敏华嫁出去，你说那个人年纪太大了，都可以做他的爸爸了，你说我没有心肝，这可是你说的。啊，那么你呢？你的年纪难道不能做他的爸爸？你还要跟他结婚，你有心肝没有？我怪不得呢，你介绍敏华到学校来教书，原来你早就看上他了，你还算是他爸爸的老朋友呢，你对得起他爸爸吗？我你简直是人面兽心。人面兽心？妈，我已经成年了，我结婚的事情我自己能做主。死丫头，我这还不是为你好吗？我已经决定跟他结婚了，你还是不要管吧。你活该，我才不要管呢。你不想想看，他这么一把年纪了，他的一只脚已经踩在棺材里了，你还跟他结婚？你呀，你吃苦的日子在后头呢。他说我的一只脚已经踩进了棺材了，
我大概是太老了。我她是一个没知识的女人，她的话怎么能听呢？不单是她一个人呢，所有家里的人全都反对我们。他们说我们结婚的那一天，他们全体不来参加婚礼。他们不来你就觉得可耻吗？你错了，可耻的是他们自己。还有他们叫我们自己找房子，他们不许你进门。他们就是请我去我也不会去的，我不愿意跟他们住在一起。还有呢，他们要用校董会的名义不要你做校长了。这又算得了什么呢？难道我们不能另外办一个学校吗？另外办一个学校哪有你说的那么容易、啊、这个学校是我一生的心血。你不能把旧的东西看得这么宝贵，你得有狠心丢掉旧的才能去创造新的。我不明白啊，为什么他们对我这样残酷呢？为什么我要结婚就好像犯罪？大概这个世界是他们年轻人的世界了。你又错了，你以为他们就能代表年轻人吗？绝对不是，他们不过是未老先衰的一群罢了。校长，我们到底去不去？对了，我们是该走了。你们走吧，我不想去了。怎么了？我精神不大好。哎，别这样啊，走走走走走。好不好？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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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一、二、三，来，用力，用力，来，用力，用力，用力，哎呀，来，来，来，我一个人拉你们四人来。不要紧，不要紧，你们玩你们的好了啊。你刚才干嘛这么使劲？我自己也不知道呢，你勾个香蕉吃好啊。敏华，嗯，我忽然觉得我年轻起来了。本来没人说你老吗？我现在才知道生命的可爱，在我的面前，不管是一片云、一条河、一棵树、一把土，我觉得它们每一样都是活的。哎，小朋友，过来，来呀，给这个香蕉吃。那，拿呀。你念过书没有？你们这儿有学校吗？像这个地方真应该有人来办个学校啊。哎，妈的，哎，你怎么把香蕉皮扔我头上啊？哎，对不起，是我扔的。哦，没关系没关系。这里边是个花园吗？不，这是个墓园。哦，陈氏墓园。
倒跟我同姓啊。我们可以进去看看吗？可以可以。这个地方倒真不错啊。陈公少长之寿玉，原来在这儿啊。您认识这个人呐？嗯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这就是建中给我预备的寿坟呢。您就是陈老太爷？巧极了，老太爷，再过一个月就要做好了。幸亏您大少爷材料买得早啊，现在的价钱可不对了。您真是好福气呀。还是你后娘说的对，我已经有一只脚踩在棺材里头了。刚才你还挺高兴的，一会儿又说这种话。我跟你结了婚还没有房子住，可是我死了以后倒有地方睡了。是啊，我们中国人真是一个古怪的民族，对于死看得这么重要，而并不讲究怎么样好好的活下去。哎，对了，怎么我们不是找不到房子吗？我决定在这儿盖几间平房，我们结了婚就住在这儿吧。老太爷，您说什么？我要在这儿盖房子，这许多材料都可以用的。您别开玩笑了吧，老太爷，坟地上怎么盖房子？活人总比死人要紧呢。这儿还有空地，将来我们可以在这儿办个学校。对呀、啊，我们走吧。好，我过两天再来啊。哎。诸位小朋友，今天是我们学校里头开学，我先讲一个故事给你们听。你们先等等，我一会儿就回来啊。怎么又哭了？没什么。该吃奶了吧？刚刚吃过。哦，咪咪呀、啊。咪咪，咪咪，咪咪，今天开学我还不能下床，我真着急。不要着急嘛，再过半个月你就可以上课了呀。本来是我们两个人的工作，现在让你一个人忙了。嗯，我算你请假，我扣你半个月薪水好。你今天一定很累了吧？哦，一点也不累。我觉得我的生命刚开始，就好像我们的孩子一样。你快去吧，学生们都等着你呢。好好好。我刚才说什么来着？你说你要讲个故事。哦，讲个故事。从前呢，我办了一个小学校，刚开办的时候学生非常少，说起来也许你们不相信，你们猜我第一年有多少学生？只有12个学生，12个。可是现在那个学校差不多有1000个学生。那么今天我们学校里开学，虽然同学也很少，哎，对了，让我数数看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，巧极了，也是12个。可是我相信再过几年呢，我们这个学校一定会办得更发达的。